嗨，大家好，我是 MV 大雄 Much Bear。大家看到片头以后就知道我要开箱什么东西了，没有错，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毛怪。对。可是我们要看的不是娃娃哦，是这个毛怪粘土人。这只呢，它有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一般的版本，另外版本是豪华版。我买的是豪华版的毛怪。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咯。哦，看到它脸了，哇，它脸好可爱哦。那我们来拆封它吧，看起来就是非常豪华呢。粘土人的好处就是可动，嗨，大家好。哇，它的脚的可动，有一点差，因为它这个卡进去就只有一点点可动度了。那他手的可动到底有多高呢？手臂的部分这里，哦，可惜不能够把手这个伸直，他唯一的伸直就是这样子，张不开的感觉。不过还 OK， 他这一只有一个特色，就是这里，大，他眼睛是做可以调节的，像这样，然后还有眉毛，眉毛也是可以动的。哇，想要弄出很呛的表情，好像有点难度。没关系，我们晚点再来弄。那先把它装回去。我们来看看它总共有多少配件吧。首先这里看到的是两只手手跟张开的手，还有一个底座。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一般版里面并不会有附送的门哦，这是要豪华版才会有的。我本来在考虑要不要买豪华版还是一般版，可是我想到说，怪兽电力公司里面最经典的部分就是这个门，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去找阿布，就是我开头里面那个阿布。所以呢，就毅然决然的多了好几百块去买这个豪华版，多了一块门。那我们这边有看到里面好像还要链啊、眼珠啊，然后还有一个板板。好，那我们拆开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麦克风收音会收到很多就是塑胶袋什么的杂音，所以我就是尽量就是跳过。里面的脸有不太，这算一般表情吗？还是不太爽的脸？然后还有一个惊吓，就是当初看到阿布的时候，被阿布靠近的时候惊吓的表情。那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把阿布送回去的时候，整个门嘎烂了，毛怪就留了这一块最后的门扉的最后一块血血，这个地方有点感人啊。我们看到这里，它基本上都已经是拼好的了，可是这一块好像是这里的样子吧，应该是这一块花花的最后一块。我记得它就是把这一块这样放进去了以后，门又重新启动。我在皮克斯的作品里面真的还蛮喜欢毛怪这个东西的。我现在才看到这里有点像史瑞克的，这应该是他眉毛吧。所以他眉毛并不是每一张脸都有，是要自己拔下来替换的。 Oh my Jesus， 有点猎奇啊。那我们来试试看替换掉其他脸好了。我们这个是惊恐的表情的表情。那他的眼珠的可动度到底最大可以到哪边？他的可动度没办法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朱迪那么惊恐。那我们来拿一下朱迪吧。我原本还以为这一系列可以像这一只朱迪这样子，就是可动度可以非常的高，因为眼球的可动度这一只朱迪真的很疯狂，他也是做跟毛怪这种类似的可动关节，可是他就可以弄出像是这么强的表情。像这种眼睛啊，上下啊，扭曲的表情也都可以做得非常厉害。那毛怪这一点倒是有点可惜的，就是他只能够做出好像跟动画里面没有太大差别的表情。他如果没有用这一块局限的话，我相信可动应该可以更好，可是他就是撑住了。不过这只毛怪的完成度真的还蛮高的，非常可爱。如果喜欢皮克斯作品的人，都非常的推荐可以收这一只，它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只是说就是表情啊、眼球的方面有点可惜了一点。不过可动度也是非常的好的，除了脚啦，脚的可动度很差，它头还不错，它的头可以用很奇怪的方式扭曲。它的换手就这样拔掉以后，再往回插，换手就立刻完成了。我觉得粘土人这个系列的好处是，你不用怕会把它玩断，因为你看像这只毛怪，它的关节其实是用
很强的关节，就是比较不怕会凹断它的关节。其他系列像三口四我就不太敢买，我只敢买三口四几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极度喜欢的角色，因为我很怕它的这种小型关节会很容易断裂。这次还算比较不一样的关节，因为一般的三口四的关节是属于那种你在摆动的时候它会发出咔咔咔咔咔的声音，我之前就有弄坏了一只福音战士。那黏土人系列我会比较推荐入手，因为它的可动的关节比较不脆弱，虽然说它的可动的角度比较局限一点，可是如果对于苦手啊怕会把玩具弄坏的人真的还蛮适合的，因为我也是在打开之前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官方的图片啊或者是日本人开箱的图片啊，除此以外我自己都没有碰过这些玩具，也是像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外盒啊封膜什么都还没拆过，跟着大家一起拆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我接下来的开箱频率就会有点像这一次这样，就是我会讲的比较快，因为我想说 前几部影片我讲话速度好像偏慢了一点，影片的剪辑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之后就是会讲话可能会比较快，那比较不经大脑，因为我不喜欢写草稿，我是一个脑子不太好的人，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一样就是直接畅所欲言的在网络上讲出我想讲的话，或者是我想我感受到的东西。那如果喜欢我的话都欢迎订阅我，耶！大眼仔我也是买豪华版的，那应该在近期内就会领到货，然后就可以开箱给大家看了。黏土人系列的会比较偏贵一点点，都在1000以上。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考虑买。可是如果没有这么爱的话呢，就不要去考虑了，因为这个价格我相信一般人应该不太能接受。因为连我其实也是抉择之后才决定去订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喽。影片结束后呢，会有五帮毛怪拍的照片，那请大家慢慢欣赏喽。我是 MB 大熊 March Bear， 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见，拜。